上午4:30，欢迎收看《华尔街大事》，我是丁世芬。台北股市呢，今天继续涨啊，尤其在这个午盘过后，哇，全指股加码的情况之下呢，在指数最后又是拉到上涨了45点，收在了8706点，量的部分差不多跟我的昨天差不多880亿。但是这个指数有意思了，现在站上了8706，距离年线8719就差这么一点点了。接下来下礼拜有没有机会挑战年线？行情还有没有可能继续的往上涨呢？节目上赶快先请到专家华信投顾分析师张大文，大文哥好。四分好，三里岛都没有打哟。大文哥，今天这个行情不止涨了，很多全职股，很多这个股票也都在涨。尤其在这个节目上跟大家提过，这几天一度在大家追踪的，包括在宏达电，今天攻上涨停板，还有之前大文哥提供给大家的这个 TPK， 哇，今天也是在往上涨。这些股票为什么涨？后续来讲，现阶段呢，还有持续上涨的空间吗？很开心啊。今天也很多这个三立的投资朋友啊打电话到我们公司，哇啊，这个表示对我们这个节目啊十分的一个答谢之意了啊，因为我们这一路以来跟大家报告的什么股票全都怎么样啊，我们节目中不跟你遮遮掩掩的啊，我想要赚钱操作赚钱，你要跟紧谁的脚步啊？大户的脚步嘛。你跟紧大户的脚步啊，相信大户筹码，跟紧大户筹码，财富它自然而然会跟着来嘛。你要跟对人嘛，是不是啊？过去8年想从政的人，你要跟谁？你要跟马英九，跟金溥聪嘛。那未来4年你要跟谁？你要跟蔡小姐嘛，一样的意思嘛。那股票市场你要跟紧谁？跟紧大户嘛。啊，跟对人，你当然自然而然就会赚钱。那大户筹码这一路以来，从去年送给全国投资朋友的同志啦、星象啦啊，以及这个 GIS 也好，大家很清楚啊，同志跟星象都已经涨了2-3倍了。那涨了2-3倍了，那我们就不方便在节目中再做推荐了，啊，涨高了嘛。那但是我们继第一阶段同志星象也好，那第二阶段送给所有三立投资朋友的，告诉你大户筹码翻多的股票上瘾，哎，宏达电呢、TPK 当时我们推出这几档股票，很抱歉，你看我们股票有没有今天什么太阳能啊？哦，明天哦什么什么生技股啊？哦，一天2-3档，一个礼拜下来10几档，都一路走来。我说你错过第一阶段的同志星象，你亲眼看到，都从这个同志从100多涨到400多了，星象也是从这个百元附近也是涨到200多了，你看涨几倍？那我说第二阶段大户在进货的股票，大户筹码帮你锁定大户筹码这个翻多进货的股票，上瘾宏达电 TPK， 听到没有？我们有盖牌吗？啊，有跟你遮遮掩掩吗？前几天大跌行情，前两天对吧，礼拜一礼拜二重挫百点呢，我们照样给你，就是这几档股票，就这2-3档股票。来导播我们看一下后面电脑，所有有我们大户筹码的，来宏达电，有没有看到？从40多块，啊，我讲我们的操盘工具，我们把大户筹码帮你，啊，浓缩成最简化的、最精准的、最明确的，啊，你不要什么搞什么什么上什么上面压力下面支撑啊，每天在这边研究什么关键价干什么呢？导播这里稍微拉近一点。48块，大户进货翻多，有吗？你就跟紧大户法人力道的脚步，一口气大涨到80多块，哎，80多块出货调节，转空，再回跌，回跌了2个月，有吗？来，导播这里再拉近点，75块，请全国投资人，麻烦你擦亮眼睛，不是今天才告诉你宏达电有多好，哎。所有有我们大户筹码的全国投资朋友，
全国用户，大户筹码75块，告诉你宏达电大户再度进货翻多啊，一路多啊，有吗？是不是很清楚啊？啊，从75啊，我们看到法人力道一路转多，再来下面我们看到大户筹码一路翻红，很清楚啊。今天已经多少了？啊，今天已经多少？导播，麻烦宏达电的走势图，啊，给阿里瓦这样，啊，今天宏达电，啊，宏达电呢、啊，不是大加权指数，宏达电今天的走势图，全国投资人114.5块，还涨停还锁死哎，啊，哎导播回电脑啊，那全国投资人，你说说看大户筹码这个操盘工具重不重要？75块，导播再拉近点。因为太重要了，这个点太重要了，75块一路多，到今天还在涨停，还在创新高，哎，这又大涨了40多块，啊，兄弟们，所以你说操作股票有很困难吗？问题是你用什么方法，用什么工具嘛？你今天有我们的大户筹码，40多块翻多，75块再翻多，今天114块。大户进货出货要问谁？问大户筹码就好了嘛，清清楚楚啊！你今天有大户筹码，你操作宏达电你会赔钱吗？哎，不可思议的事情啊！告诉你翻多，对不对？我们后面照一下，40多块翻多，75块再翻多，今天114.5块啊！再来上影，2049上影，全国投资人，股票是有涨有跌的，你看看上影，全国投资人。啊，导播，麻烦拉近一点，184块，告诉你大户出货转空，这是什么？一路一路一路崩到多少？104啊，哈哈，是不是一目了然？所以今天你不论是操作指数股票，你为什么要有大户筹码这样的操盘工具？因为它告诉你的是大户筹码的结构嘛，不是在这边跟你预设立场。啊，每天给你算啊，未来关键价那个是都自己在算的、啊，自己在想，自己在幻想。今天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嘛。我们在股市要成功、要获利的关键，就是要掌握大户的动作嘛。上影导播拉近一点，再拉近一点，184块，就这么清清楚楚，大户出货。法人力道一路出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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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导播拉近点，崩到多少？104啊！哎，这多少钱啊？啊，这崩了80多块。你今天有大户筹码，有法人力道，你做上影你会赔钱吗？184块，告诉你出货转空，你会做多吗？打到100块左右来，导播，118块。大户进货，法人力道一路进货翻多，今天来到多少？啊，今天上影是不是来到快170了？邱同志，看到没有？转空大跌80多块，一路翻多大涨了60多块。上影还没涨完呢，我告诉你啊，为什么大户筹码结构还是在抢多格局吗？是不是很清楚？啊，所以操作股票你为什么要用对工具嘛？哦，你看我们的电脑程式有每天啊给你什么箭头一大堆吗？清清楚楚，是不是？导播再照一下，上影真的啊就这么一目了然，184块转空就是崩盘，几乎腰斩，从118块翻多啊，到今天上影阿内瓦这样，今天来到多少？160多块啊，这有很困难吗？涨完了没有？还没涨完嘛，法人力道还在进货嘛，还在多头结构嘛。再来 TPK 也是一样啊，有很困难吗？啊，熊头子，看清楚，来导播拉近一点，97块，出货转空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来，接下来法人力道一路空，一路空，跌到多少？跌到50多块啊！你告诉我这多少钱啊？这一杀杀了多少？杀了40-50块、啊、接下来呢
70块，哎，告诉你大户进货了哦，开始翻多了哦，有没有？到今天 TPK 呢，来到多少？82，涨完了没有？当然没有涨完，当然没有涨完，兄弟们。所以你告诉我，今天你有我们大户筹码这样的一个操盘工具，操作股票，很烦恼吗？啊，你把大户的动作到底进货出货一目了然，谁骗得了你啊？啊，所以有这样的操盘工具，多空你不用问任何人，自己对不对？我们的电脑及时一按，当下的筹码结构你一目了然，你手上的股票到底大户在进货还是出货，你一目了然，不用问任何人，不用去打听什么内线，不需要，筹码才是讲真话。你今天问内线怎么问，人家骗你，你也不知道。好，再来指数操作。所以啊，我刚给大家看了，不论上银，不论宏达电，不论 TPK， 大户筹码结构目前还是在多头，啊，未来还有高点，不用怀疑，啊，不用怀疑，好不好？再来指数操作，我讲过，要怎么操作？啊，兄弟们，指数你只要利用我们大户筹码的当日冲，掌握到每天最好赚的一段嘛，你就能够轻松的翻身致富啊！我讲指数获利的关键在掌握什么？掌握白点的波动，白点的转折，利用法人力道，利用当日冲嘛。这一路以来，啊，一路以来，对不对？全国投资者，你们亲眼见证了，法人力道从7500、7800、7900、8000一路向上翻多。清清楚楚，没有任何转空的结构，一口气一波嘎大嘎1200点。大家看我们节目很清楚，1200，所有看我们节目大户筹码都是送给你送分题啊。好，来到礼拜一攻到8727，我们怎么讲了？我们说什么？要进入什么？高档的震荡，高档的修正。我说整个长多的结构，哎，我没有改变啊。但是短线会进入高档震荡结构。好，我这两天听到有的节目很有意思，有的老师哇，每天自己在那边吹牛。你看我上礼拜预告啊，下礼拜要嘎空，你看我很准啊。我请问投资人一件事：这礼拜有没有嘎空啊？4分有没有嘎空？有吗？啊，4分也认为有。好，我只问大家一件事啊，礼拜一开盘的高点叫什么？4分叫什么？叫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8727。今天台股收盘什么？多少？多少？4分多少？8706。有没有高空？有没有高空？答案出来了。如果今天收盘8900，高空吗？礼拜一8727混了一个礼拜，今天8706，在你们认为哦一直涨一直涨，在我们眼里有没有涨？这个礼拜没有动啊。我把专业的话告诉你啊。所以这礼拜有高空吗？礼拜一高点叫8727，今天台股哦又涨了，外资这个礼拜拼命买啊，收盘8706。所以我讲过操作你不要兴奋。我们的目的，我讲过，我不是要看多看空，我们要赚钱嘛，利用白点的转折来，兄弟等等，从礼拜一8670告诉你短空，法人力道转空杀下来100点，8618再转空又100点，哎，两个100点的，打下来告诉你8532转多，哎，又一个100点的，高档修正拉回来8562再多又一个100点的，兄弟等等，你跟紧法人力道，跟紧当日冲，这一个礼拜已经一个一百点，两个一百点，三个一百点，四个一百点了，四个一百点了。你要什么？这礼拜台股有涨400点吗？好像也没有啊。礼拜一8700，今天还在8700啊。这个礼拜有崩400点吗？好像也没有啊。而这个礼拜你懂得当冲的秘诀。白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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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四个一百点。好，昨天跟大家预告8652啊，短线来导播拉近。昨天预告8652短线出现什么短空的一个讯号，对不对？好，
我们来看一下全国投资人，所有不是大户筹码当日冲的用户，今天你赔多少钱啊？今天好多人被嘎得鸡飞狗跳哎！来来来来，看一下我们大户筹码啊、哦，来看一下，昨天预告86/52转空，对不对？来导播拉一下左边，左边，左边，昨天86/52转空，今天有没有钱赚？早上有没有钱赚？四分有没有钱赚？有没有？跌到多少？跌到8608哎，40多点哎，有没有看到？昨天告诉你86/52哎，出现一个短空会修正，今天我们修正，一早回跌8608哎，40多点啊。好，关键时刻来了，今天当日冲怎么样再送给全国投资朋友掌握到百点的行情？昨天8652转空，今天一早当日冲，导播拉近点，拉近点，8619翻多，你的软体拿出来看看，啊？今天多少小时一开盘？8620、8630、8640，一路空啊，一路空啊，一路空啊，被嘎得鸡飞狗跳啊！今天你有当日冲，昨天跟你预告8652短空，出现短空，今天一早还杀到8608，30-40点了。今天打下来之后，一早我讲过开盘定多空啊，大户筹码当日冲帮你掌握到每天最。掌握到高低点的转折，最好赚的一段。今天一早9:20，全国用户，哎，我们不仅给你软体，还发出指令哦。熊同志，我们的讯息还是同步发出指令的哦。很多老师我现在搞懂，很多老师卖软体、卖 APP， 软体里面第一只有箭头，第二不发指令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后来才知道，他的箭头后事后可以改来改去啊。他不敢发指令啊，那有的老师更好笑，有的台面上每天的哼哼，你赔钱了，哼，就那一套，对吧？哎，事后还在改指令。那我们今天一早，86199:20，当日冲，8619转多，9:20，来导播，看一下啊，在这个地方，导播右边这里，右边这个图，右边8619，好，导播往上照一下时间。有没有看到8619几点几分？导播再拉近一点，再拉近一点，右边一点，右边右边 ，no， 右边，对对对对，是不是9:20？有没有看到？来，导播往下，一早9:20，导播再拉近啊，8619就是多，过了一根、两根、三根 K 棒，过了15分钟，台指还跌到8608，你告诉我买不买得到？通通成交啊！今天一早当日冲8619就是多。9:20，到了9:35还在8608，啊，那再来到了9:58哦。特别特别叮咛你，今天当日冲也好，法人力道也好，再度同步向上转多，在哪里？在这里，来导播，你们看到？昨天8652转空，来导播，昨天尾盘告诉你短空哦，哎，今天早盘跌了40多点，但是跌下来之后法人力道有没有看到？缩脚翻多，有没有看到？所以今天当日冲一早9:20，导播8619翻多，就这么简单。你会去放空吗？你会一早放空吗？弹高之后上来之后，在8660附近震荡一下哈，但是你看到没有？法人力道今天从杀到8608之后，缩脚翻多之后，四分，法人力道今天有空吗？从开盘到收盘有空吗？一路多吗？所以今天你有当日冲，帮你掌握到每天的切入高低买点，每天切入的高低多空点，一早8619多上来震荡一下，但是法人力道还是多，你会去空它吗？接下来导播，来导播再拉近一点，接下来8663再多，来就这个地方，啊，所以我们都是同步发给你很重要的讯息，到11:30。8663还是多，所以今天所有有我们当日冲的用户，一早9:208619翻多，停损15点，过了15分钟还在8608，你通通穿价成交，通通买得到。到了9:58，告诉你今天当日冲跟法人力道同步转多，11:308663
再度翻多。全国投资朋友，今天所有有当日冲的全国用户，是不是在送你将近百点的行情？这是不是我们一再一再跟大家讲，指数操作对不对？关键就在掌握到百点的转折嘛。你不要每个百点你都在赔钱，每个百点你都在做错，你当然累积下来你就亏损嘛，是不是？你看我们这一个礼拜，8670空下来是不是白点？8618再空是不是白点？8532翻多是不是白点？8620转空50多点？8562再度翻多又白点？每个白点白点白点的脚步，你不把它掌握好，昨天8652转空，今天呢开盘有没有开低？是不是有没有钱赚？回跌30-40点，打下来之后，今天8619再度转多，是不是再帮你掌握到这白点？今天所有没有当日冲的用户，你自己讲讲看，你今天赔多少钱啊？你自己说说看。光是看我们法人力道，今天从一开盘法人力道一路翻多，你会去放空吗？你会跟你的老师8620 8630 8640一路空吗？空到最后灰头土脸，赔了快百点。那今天你有法人力道也好，当日冲来导播，一早全都注意看这个点，一早开盘8619就是多。今天你的软体拿出来看，你有这样的讯息吗？你的软体能够告诉你8619大户在进货翻多吗？如果你的软体今天不能告诉你大户在8619进货翻多，这样的软体你赶快把它丢掉，没有用嘛。不是来每天跟你谈，事后跟你谈哦，下周关键价，那就下周又怎样？你今天已经赔了快百点了，下周已经不干你的事了，你今天已经赔得灰头土脸了，好不好？所以你看看当日冲怎么样，每天掌握到最好赚的这一段。今天法人力道当日冲也好，再度送你将近，再度帮你掌握到百点的波动，百点的行情啊！所以目前我们大户筹码要如何使用，如何下载安装，想进一步使用的都欢迎跟我们做一个洽询，我们来协助你。好，这是在今天行情的部分，当然更多分析我们先休息一下，广告之后马上回来。专业让华信投顾总能发掘潜力投资。20多年来，华信致力于更高的目标、更深远的眼光，为客户发掘更优质的投资机会。致富专线02-2392-3988，2392-3988。2016台湾国际游艇展，3月10号到13号于高雄盛大展出，亚洲最大室内游艇展，首度开放码头陆上参观。来自全球10个国家、166家厂商、32个国际品牌、63艘船舶参与，并举办国际论坛及各项海洋学堂活动。3月11日起，欢迎民众踊跃参观。就像这么舒服 ，Toto Washlet 温水洗涤。就像这么舒服，今天家里装的就是这个，一按。刷、小心点，明天好期待哟、哦！水洗的好，皮皮最知道。Total Washlet 温水洗净变作。转卤蛇人生，创造财富三世，由李周总裁洪宝山，股市师公李友年，包租公律师蔡志雄，从3月23号每周三晚上7点联合授课。现在报名再赠送理财周刊52期，只要8188元哦。报名专线02-7725-8588。直播、互动、社群。即时新闻，最专业、最年轻的新媒体，独家原创一天一文者，新思维、新科技、新能量，三立新闻网。you
欢迎回来华尔街大师啊！现阶段呢，热钱还是持续进到台湾来，虽然说这个指数是慢慢缓步垫高，但是很多个股真的是涨很凶。在这个分析部分来讲，怎么来掌握，把现在交给大文哥。哦，操作老话一句啊，掌握百点的波动，对不对？那一路从7500请你做多，嘎了1200点，告诉你8727酝酿修正，有没有？礼拜一空下来百点，百点翻多，百点再翻多又百点，哎，这个礼拜已经4个百点了。昨天预告8652短空，今天有没有跌？有没有跌？一早回跌30-40点，今天跌下来，当日从今天一早8619翻多，一早你的软体拿出来看看，今天有没有8619？能不能明明白白告诉你大户在这个地方进多？如果你的软体没有这样的功能，赶快把它丢掉。不是每天事后来谈关键价，你没有钱的啦。8619翻多，8663还是多，今天当日冲再度帮你掌握到这又是百点的行情。好，所以每天利用当日冲掌握到最好赚的一段，你才能翻身致富嘛。好吧，你不要每个百点你都老搞错啊。再来股票告诉你的上银宏达电 TPK， 宏达电从75块再度翻多，今天已经飞到天上了。我告诉你，上银从118块翻多，今天飞到哪大家自己看一看。TPK 从70块再度转多，今天一样再创短线的高点啊，还是语重心长啦啊，赚钱一定要有策略谋略，还要有专业的工具，正确的工具啊。那我们短天期冲刺班好不好，让你使用最低最低的门槛享受价差啊，百点的转折创造倍数的行情，欢迎大家到筹码这样的操盘工具，如何使用，欢迎想要下载安装的跟我们进一步的做洽询。好，感谢收看，我们再会。